今天要介绍的呢是蛮有趣的物件、哦、是一个章鱼小丸子、哦、这个章鱼小丸子的特色呢就是它里面真的有一只章鱼、哦、我打开给大家看一下、哦、里面就藏着一只章鱼、哦、真材实料的，是完全是整只章鱼下去做的。那大家可能会好奇说，章鱼就章鱼有什么特别的、哦、它是可以动的，你看它每一个脚哦，这么灵活都可以去做做动的动作，而且它的特色就是它是单一零件，炼印完之后呢，直接可以去做使用的，哦、完全不用拆支撑，不用组装，炼印完就可以用了。而它还有一个算是隐藏的功能，就是它有点像指尖陀螺这样，所以它是算是一个指尖的章鱼哦，你可以这样子去做玩的动作，哦，非常有趣的。啊、有兴趣的人可以到底下的连结去下载。那原设计呢也很贴心，他有分享一种档案呢，它是可以支撑嘴巴的部分，所以等于说你完全不用开支撑，你炼印完之后只是把这里的小块的零件拿掉之后呢、哦、整只章鱼就能动了，很方便的。那也因为这只章鱼呢，我做了一个章鱼小丸子的外壳，然后把它做成像扭蛋一样，然后分上下层。那尺寸是有抓过的哦，刚好可以放这只章鱼进去的。然后这只章鱼哦，如果你没有把它比例缩放的话，直接印我这一个章鱼小丸子的盒子，哦，是直接可以把章鱼烧组合在一起的，然后非常的有趣。哦，有兴趣的人呢，我一样会分享连结在下面哦，大家可以去做下载。